他们就说我们，我就说不要讲我们，你要讲就讲你自己，说我就好，不要把我们牵拖进去，对吗？我们常常说我们，我们是什么意思？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意思是你要爱我，但是我是不会爱你的啦。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说夫妻要彼此相爱啊，你都不爱我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相爱，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，常常不包括我。